景德镇的主题呢是景漂的 N 种打开方式。朋友们，我到景德镇了，当几天景德镇人，试试江西辣吧。哪个是最辣的？直接上最辣的，来一个啊！放好了。做我们的人物模特，其实这个很难哦。你真的做得很好哎，真的很有天赋。乐潮体验，感受陶瓷文化。我们两个等一下要这样。这是我们绘画，他们好就是，哎呦，对不起。喜临门幸运旅行家，浙江卫视，周六晚22:00播出。